这个是第二次到东华来了，这个东华来的第一次可能是11年前了，那时候的树还没长这么高。我觉得，我想同学们在东华大学同学们，我觉得非常幸运，可能是东华大学这个校区，可能是我们这个全台湾最美的一个校区了，那么大的一块土地，那么漂亮的那个校舍，花莲是好山好水的地方，空气又好，在这里真是，我想可能是台湾最后一块净土。非常非常高兴到这里来，今天下午跟同学们跟我想大家来的这个来宾各位来跟我分享一个我自己跟文学跟历史的经验。